小平啊，爷爷的红包写好了没啊？总共20个，对不对？再帮我准备一个。要给谁啊？终于来了，进门啊！把他穿好好嘞。啊，不，对，不是我多。回来了。今年春运的客流可能会更多，而且上好时间。你票写得好，你买到票了？老师，回来公交不是回公交？太难了，大人民。
想死妈妈了。妈妈就一下就不行。Thank you.